这是病患的声音还是牛仔的声音？这是我的声音，你个老六。你敢骂我老六，呵呵，等会你自己一个人打去吧。哪里有人直接拿鱼女走地的呀？你查着呢。哎哎，为什么你原地丢呢？我的天哪。大家别说好听了，这是油仔的夹子音啊！你滚！哦，好厉害的油仔，好厉害的油仔，我们把他手指啊！等我再挂他吧。打气球刀啊，对，打气球刀！哎，你怎么跑了呀？你干嘛呀？走得动，我就知道你不敢走。你不会开着我直播间吧？你那声音有延迟，你开那个麦克风不挺好的吗？开什么直播间呢？这个是我们家油仔啊，人生油大仔。哎，那个谁被偷了？偷？哦，被吸魂了。哭哭，被偷了你就去。啊，行吧，去买点东西。你找不到他啊！救命！哎。你那边麦克风声音好大呀。真的假的？对的，我等我调小声音点，我自己调哈，你不用调。Okay. 你为什么听一下自己的声音呢？还开着直播间是吧？啊，别以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观察你在哪里。我听到有点讲话就想起我今天出的那个新素材。哎呀，笑死
哟。哎，你干嘛呀，兄弟？你怎么能这样子？油仔，油仔，你过来守人，快点。OK OK。传送的线索没用，现在不用守，等会再回来守。OK。你干嘛呀？油仔这一把秉承了什么叫那个叫啥来着、啊、我负责打人你负责捡尸是吧，啊，是这样的，整个速冻瓶吧，哎，得过来帮你一下、嗯、感觉你一个人守不下来，这个佣兵他弹了个护腕走了，哪里有人直接拿鱼女走地的呀，你查着呢，哎哎，为什么你原地丢呢？哦，我的天哪，你快在那边守一下，我都死了，你怕他个锤子呀，啊，你可是鱼女啊，你是当屠夫的人呢、啊、哎，小年轻，不懂什么叫力量。哪一个还死了呀？哎，人跑哪里去了？哎，那个舞女呢？这里还有一个人。你怎么回来了呀？哎，我得给他跑了。牛仔，牛仔，这样成功击倒了这个佣兵，太难了。我能把他挂，我看但是玩具枪好像要。刚刚跑得挺快的，这个懂不懂什么叫力量？哦，对，我有听声，我突然想起来。你怎么不长记性耶？我真的忘记了他怎么不长记性的呢？天哪！好像是。打 PC 娱乐就打 PC 啊，正常就打手出嘛，他们应该会原地摸啊，你是手下舞女啊，我过来看一下这个。 OK OK， 来了来了。哎、嗯、手舞女啊，跑这里来干嘛呀、啊、舞女没人救啊，有人救啊，没人救啊、哦、他死了哎呀，哦，这是导演是吧，不是甜蜜双排哈，这个粉丝哈，有家室啊，有家室哈，这不能乱说哈。哎呀。